11.活着还不如被吃了。大什么玩意儿大？我操，又来上补习班了。啥狗？谁让你摸我耳朵的？我凶起来很吓人的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你咋这么坏人呀？我记住了啊，以后你再敢把饮料打翻，我直接给你塞抽屉里面，听懂没？